们两个都还没上船，那两只鲈鱼已经跑到河里面去了，哈哈，但他们两个还绑在一起了。哎，看来很想喝下河抓鱼了。几天都没有下鱼下河了，他们两个。好，快点上船追他们去。啊，好像对，抓到一条鱼了，这太远了，小鱼的。你看，他两个还绑在一起，连续跑到河里面去了。先把那边解开吧。啊，可以去抓鱼去了。哎，找到一条小鱼。哇！啊！也还放鱼。哇，那么大一个的！哇，这浑水都可以抓，草鱼还是鲤鱼？有点像草鱼啊。哦，快把船摇过去。哇，他们都跑了，他们两个。哇，鲤鱼啊，鲤鱼！鲤鱼啊，鲤鱼！哎呀呀，我以为是草鱼哎。啊！别咬了，别咬了，别咬了，不要咬了！哎呦！跑掉了！快点去帮忙啊！跑不掉，跑不掉！还是很厉害，不厉害就抓不上来了。啊，它嘴巴，啊，它不，它咬的嘴巴不松开，你看，就这样两个亮起来就可以。嗯，你看，厉害吧这个？哎呀，不要咬了，不要咬了。下去了，哎呀，别咬了，别咬了，死掉了，死掉了，哎呀，被咬死了这个鱼了，你看，哎呀，又上来了，给你们吃不下去，啊，这个这么大都吃不下了，也他们两个也不好分，现在没有刀，所以我们就先收了吧。啊，这条有一斤多，啊，有一斤多，这个不算大的，快再下去抓。别了，老了。这被拿鱼奖励，他们就跟着我们了。今天没小鱼给他们吃了，只能拿回家去，那切小的给他们喂他们。看来他不行了，没带小鱼来跟他招饭都，现在都变懒了。他们两个生气了。不行不行。在游泳，没有抓鱼的。可能是水的太浑 了，抓不到鱼。在水下面看不清。啊，看来今天搞不了了。上面有个电站在发电，把放大水下来把泥，上面上游的泥巴全部冲到下游。他们两个在水里看不清，抓不到鱼了。如果明天来早点。刚才他们幸好他们两个抓了一只，抓了一条鲤鱼啊，要不然今天就。白来白来了，对呀、啊，这么稳抓到一条都不错了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就拍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